今天咱也开个大榴莲，这不是家来亲戚了吗？然后老公说挺辛苦的，给我买个榴莲补一补，看看这榴莲怎么样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太小了。哎，这还行。哎，还不错，先来一口。真是那个啊、哦，还行，挺小籽儿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